坟墓里突然走出一个男人，但大冬天的他只穿了一条短裤。你壮着胆子问他在干什么，他却不耐烦地让你离开，说你打扰他睡觉了。说完就钻进了坟墓里。第二天一看，还真是座坟墓。起初你以为他是流浪汉，要对他进行救助，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，难道他是盗墓贼？就在这时，墓门突然打开了，他让你等一下，说要穿衣服。不一会儿，大叔就出来了。你说明了来意，但他却说自己拥有千万豪宅，并不需要救助。但眼前这个邋遢的大叔，怎么看也不像个有钱人啊。正在你诧异的时候，大叔非要带你参观他的坟墓。这里通了电，而且木板做了防水处理，下雨的时候不会被淹掉。大叔还热情地点燃了松针，并说这是真正的松香。他还让你欣赏外面的风景。但是你现在更好奇的是，他拥有千万豪宅，为什么还要住在坟墓里？大叔说，我想静静。静静真是个奇怪的人啊。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他带着你去了他的家里，果然是一所大房子啊。妻子很快为他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，而你也从他妻子的口中得知了真相。原来大叔年轻的时候在大城市打拼，但他厌倦了忙碌的生活，因此搬来了农村，并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最后大叔表示，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，也不可能有他的世外桃源这么清静。他从死亡中学到了活着的价值，你学到了吗？